两党轮流执政二十四年了，我们总是听到劳保要破产、健保体系要破产、退休金存不到，为什么都不改呢？不敢面对问题，就不能解决问题。我多次提倡环境永续、医疗永续、财政永续，也做出许多具体的解方，都、就是要让台湾快到希望。 两党都说重视经济，却把金融市场越做越萎缩。连台湾的 IPO 首次公开募股的规模，现在不仅落后了日本、韩国、香港、新加坡等地，我们现在连印尼跟马来西亚都赶不上了。如果要提升台湾的竞争力，必须要产官学一起合作。怎么样能改善外资来台湾投资的环境？ 可以参考 AmCham 台湾美国商会以及 ECCT 欧洲在台商务协会的年度白皮书。政治应导入绩效以及当责的制度，落实政府和企业一样的治理，打造一个更公开透明的公营国营事业以及关谷行库，对全民负责。民众党不只是要把国家还给你，还要把人民追求一个有绩效、有责任感的政府文化。 由刚才辩论过程当中，可发现到蓝绿两党越来越脱离了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。政治不应该变成一场表演。例如几个月前，民洋火场的大火，殉职六位消防人员，结果今天功绩，明天忘记，难怪消防人员诶会答是崩。政府老早早都知道这些问题产生之后，才开讨论会。 之后总是互相踢皮球。过去我在民间的经验，很多事情民间早就做了。举例说，我的曾祖父曾因为工作事故而终身残废，为了生活还要勤奋工作，向六位孩子们灌输了勤劳工作，老天自有回报。我的爷爷也秉承这些价值观努力工作，最后也成就目前现在台湾拥有二十万以上的员工的企业。 爷爷注意到劳工的辛苦，警哨人员工作的危险。四十几年前，政府还没完善的规划之前，他就设立了警哨人因公殉职的慰抚金。咱是做歹吉的人，唔是做秀位的人。民众党执政带来新政治文化，是一个重启我们和平繁荣的新机会。我常跟主席说。 台湾 People's Party 这两个 P 也可以想成 Peace and Prosperity。我们要给台湾的就是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。我认为台湾的勤奋人民应该得到更好的生活。我们需要的是嗡嗡嗡，给大家省钱、赚钱的柯银佩。柯主席常提到居住正义，包含住宅减税、租金补贴，就是大大减轻年轻人的负担。我也提出。 国库收入的方法，例如主权基金、数位 AI、绿色转型、绿色金融、数位医疗，不只是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，还能帮忙民众提高薪资，大大增加国民的收入，负担减少了，收入增加了，台湾的年轻人才有希望。今天是二零二四年的第一天，元旦应该为我们自己选下一个心愿。现在。 我也请你们许下一个心愿。二零二四年元旦，希望就是总统、副总统，请给一号一次机会。一月十三号，大家弄出来倒票，大给无贪的和大家贪钱的科研配政党票，请给民众党十二号一个机会。我们要用这个票告诉大家，我们的未来要有自己做主。拜托大家投给科研配 一号，这次的投票下架蓝绿，要把国家赢回来，义无反顾拼一次。谢谢大家。主持人、两位候选人、媒体朋友们以及全国在观赏的民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欣盈，台湾为吉娃瓦辛牙，八届的总统选举里头，我是唯一的有实务财经经验的候选人，也因此我觉得。 我们应该多说一点经济，少用一点蓝绿恶斗的政治口水战。我希望政府能与民间一起携手走回亚洲四小龙当时的路，跟着向前行台湾再赢。二十年前，我离开伦敦的金融业工作，返回了台湾，考到了保险业务员的证照，同时。 也从科长的基层开始做起，在那时候，我也负责了企业基金会。在国际上，我受到许多的肯定，例如获得跟洛克菲勒有关的亚洲基金会的首席董事。此外，也代表民间团体以联合国安理会做报告。我也有许多协助过的非营利组织，让他们站上国际舞台。 例如台湾的乳腺癌症协会受到小布希总统夫人的表扬以外，也得到《时报周刊》的专访。这一切都证明了二轨外交让台湾走上国际绝对不是问题。做公益让我走遍了六十几个国家。总算喊我阿公的阿公，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，要为人民服务。 我积极推动了乳癌筛检宣导以及讲者说生命故事，服务也超过了一千一百个机构以及二十万的长者跟同学们，这都是回馈社会的实践。和台湾企业深谈，我也发现台湾的产业发展不平衡，收入往高科技产业倾斜，服务业、传统制造业生产力低，赚不到钱。 批发、零售、餐饮、物流，劳工做的，老汉、老老倌、老黑，赚不到钱，吃不饭也吃唔饱。少年人唔敢结婚，唔敢生仔，个冇钱，贪买厝，对未来冇希望。蓝绿都没有责任吗？其实，服务业的薪水不涨的原因，就是埃克法的服务部分被绿营挡下。 台湾的青年就业市场就说受到缩限缩，两岸的 FTA 和全球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是禁止劳工跨越边境移动、入境工作的干部，政府都有严格的管制，不应该误导民众。有工作权就有投票权，运营挡得住台湾赚钱的机会。China 门、民进党为了算票，你该批判两名。一种行动。再来。 蓝绿都说要拼经济，也说要提升产业，但在这八年，什么台湾经济却为什么没有改善呢？我第一个提出碳税条啊、呃、碳税条例发展条例，要求政府十年碳定价路径图，并要求接轨国际最低是治呃税支付，就是为了要打造台湾成一个亚洲科技中心，比如荷兰在欧洲一样的地位。 此外，我也提出央行法修法，主推动主权基金，要帮台湾人民赚钱。蓝绿两党都说要拼经济，为什么这多年来就无法改善就业环境呢？因为蓝绿不懂如何开源，也无法提升国家竞争力。政治的要的是执行力，而不是你们连抄都不会。 然而，这一次的选举，我也发现到，年轻人比上一代过得更辛苦。今天，对台湾一般的家庭来说，首先要决定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以及安全。你那薪资来干嘛奇怪？为什么三倍工资干嘛行资不低？那这谁要负责任呢？再来就是安全问题，我们的生活环境、校园安全、职场安全、国家安全。 现在台湾已经被外国说成是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了。柯主席说，要面对问题，问题才能够解决。只有民众党才能理性务实的面对问题，让台湾人民尽早脱离蓝绿恶斗、偏离轨道的痛苦。作为一个国民，一个新手妈妈，我不能袖手旁观，让我们的国家走向冲突，让我们的经济越变越严重。 AI 时代的来临将量子电脑以及大数据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，所以我们需要提升 AI 长远的政策，协助产业人士转型、培训等远见。我来自业界，习惯思考十十年以上的长期投报，与传统的政治人物四年看是否能连任的短线思维不同。不过，要发展 AI 之前，要完善的各自保护机制。 所以我也主张引进欧盟的 GDPR 各资管理法，让人民做各自的主人，才赢，能防止被诈骗。这一套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规范，已经有五十几个国家，包含日本、韩国，都已经采纳了。让我再说一遍，你们连抄都不会吗？因此，要打造数位转型，在立院期间内，我提出了《人工智慧法》《个人资料保护法》。 电子签章法、资讯安全安全管理条例以及数位医疗发展条例，都是可以让台湾升级转型的解方。各位乡亲父老们，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，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。日本有失落的三十年，台湾也失落了二十年。二十多年来，你的生活有变更好吗？甚至于，我敢问说，我们还有多少个二十年？ 错误的政策跟贪污一样可怕，让年轻人赚不到钱，买不起房子，生活中还是缺钱、缺电、缺蛋、缺疫苗，缺缺缺变成为二零二三年的关键字。我们的政党不应该被意识形态绑架，最好的政策就是要为人民想，什么是最好的，对台湾什么最有利的？政治就是落实在生活的每一天。这次的选举可以让台湾全面翻转的机会。 这次拥有更好的选择，投民众党可以摆脱蓝绿的恶斗，让台湾的经济重重重启，回归正轨。弃蓝绿，保台湾。一月十三号，掐出来倒票，用倒票改变 One A 未来。一月十三号，由你投票，下下蓝绿，投更好的选择。一号柯银配，投柯银配，台湾温尼啊 谢谢大家。